新一代的阿里斯顿半砍式的洗碗机，在功能上我们特别更加强了，从有特脏洗杯子，或者现在环保的经济洗尘，甚至有过水烘干，所以功能性都特别的加强了。再来看它的选项，我们一样有夜蒸行程选择、快洗，甚至我们餐具不是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选择半程碗来洗净。一样洗净的过程显示很容易由面板上来了解。不锈钢的内壁，而且有上下两层碗篮，滑珠式的滑轨，所以我们在拉取的时候会很滑顺。一样的，它还有一个附有婴儿奶瓶吸尘。两个可分离的刀叉置物架，我们可以依照空间上而放在不同的地方，或者你只可以放一个也可以，可以节省到我们放餐具的空间。